大家好，我现在在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中国第一泉水湖大明湖的西南门入口，准备进去带大家参观一下。找到了观光车乘坐处，超过60岁的半价15，我是全价30，这班车正好还有最后一个座位。我乘坐的观光车呀，是顺时针绕着大明湖转一圈。看，大明湖景区参观游览。大明湖位于济南城市中心地段，与趵突泉、千佛山并称为济南三大名胜，由济南众多泉水汇流而成，集水域风光、古园林景观、古道观、纪念性建筑为一体。湖面面积58公顷，公园面积103.4公顷。四大泉群之水汇流到大明湖，水质清冽，天光云影，鸢飞鱼跃。四面荷花三面柳，一城山色半城湖，是大明湖风景的最好写照，是繁华都市中一处难得的天然泉水湖。中间是湖心岛，还有水上船，这是一个码头，是紫薇轩。1748年，乾隆皇帝乘船登岛，秀美景色引得乾隆皇帝留下《大明湖诗》一首。最北端呢，有大明湖的火车站。大门两侧有楹联，宫中下见南山尽，城上平林北斗悬，极言北极阁的气势。北极阁东临院落为南风祠，为纪念北宋文学家曾巩而建。曾巩是出南京书画展厅、陶艺展厅、科技展厅等。最高的楼应该是大明湖的超然楼，旁边还有鹤圣斋，核心景区都在这儿了。看，霞思悠悠寄仙遣，超然楼，感慨荣辱浮沉，盛衰兴亡。现如今很像是滕王阁的造型，已成为济南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新地标。不仅度过了一段平静、温馨而又美好的人生时光，也创造了他文学生涯的一个黄金时代。整个建筑在阳光映大明湖的荷花，金碧辉煌，熠熠生辉。人们称此景为“灯火吊翼”。芦苇荡，又到了一个码头，这是大明湖公园的游船。维新宣统后，因景致清雅，藏书丰富，在当时颇负盛名，有南阁北园之誉。园内花木，湖面中有天鹅，还有野鸭子。廊迂回，亭台角质，有读书堂、名医坊、浩然亭等建筑。霞园门前绿柳成荫，湖中遍生莲荷，游人在此处小憩品茗，放眼湖中，小船往来无际，盛夏到来，月桥，这便是大明湖盛夏最美景致，夏意荷浪的最佳观赏地。1959年，郭沫若先生游览大明湖，对面是大明湖的湖心岛啊，必须坐船才能到达。然后旁边是大明湖景区的翠柳坪岛，有一座桥。济南自古人杰地灵，历代名人辈出，神医扁鹊，名将秦琼，婉约派词人李清照，豪放派词人辛弃疾，都是济南人。大
大明湖南岸的新驾轩纪念祠。新驾轩纪念祠的匾额为1964年陈毅元帅题写，院落坐北朝南，吉山楼茶社东西两个大院，分别陈列展示了毛泽东手书新词六首、新词碑廊、辛弃疾图像等。从大明湖的西南门转了一圈，准备在周围找点东西吃。在大明湖的门口找到了一家馅饼店，这是中式的快餐，这有各种各样的凉菜、热菜以及山东菜，种类丰富。在这吃了两个牛肉馅饼，还有一碗粥，一共是15块，3、5、15。到这里，济南三大名胜、中国第一泉水湖的所有景点就都带大家参观完了。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吧。